弟弟太认真吃东西了，所以没注意到，他就站在一个大平台上面吃东西。哇，爱富的平台！哇，圣诞大平台，面包大平台，租车大平台，运租车。格栅至上，那格上图哦，那是格上，我拍主持人下面一位。那你知道这大平台是什么意思吗？大平台，哪有大平台？哪里来的大平台呀？哎，都在大平台。